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是 Feedbox 的 Marketing Manager Jason。平日喺 office 坐足成日，翻到屋企人都散散地啊！要的起心肝做运动咧，就需要好嘅器材配合。呢部细细部嘅 iMassage 脚底按摩跑步机就可以舒舒服服咁帮大家做到运动啦。好似拎长者卡嘅又啱，拎学生证嘅又用得，成家都照顾到。iMassage 特有凹凸按摩跑板，踩上去就好似有人帮你按摩紧个脚板，刺激脚底唔同嘅穴位，促进血液循环同新陈代谢，仲好舒服添。做咗成日嘢，翻到屋企都真系好难的起心肝做运动啦。但如果好似脚底按摩咁舒服，咁就唔同讲法啦。行一阵，成身都松晒；行咗一阵，成个人都精神晒。系时候着翻对波鞋跑下步啦。只要将个速度校翻高啲，佢就即刻变翻部跑步机，有齐心率计、卡路里计、速度同时间显示，仲有两段斜度俾你调校添。屋企啲后生仔女都可以一齐用噶。至于土地问题，就系人都要面对噶啦。但系买呢部机就完全唔使担心。你睇咁轻松就折埋咗，两三尺地方就够摆，仲可以推嚟推去，方便收藏。呢部咁正嘅 iMassage 都只系卖紧。但做得 manager， 梗系帮大家挥一个再抵啲嘅价啦！而家只要去任何一间 Fitbox 门市，话系我 Jason 介绍嘅，就即刻再平多1000蚊俾你，即系就买到啦！又或者上我哋 Fitbox.com 网站用呢个曲，都可以享受呢个优惠。唔讲住啦，我都系按摩多一阵先，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多啲产品啦，拜拜！